炸花生，不是，这剥花生皮特别的方便啊。还有这种小机器，这一袋子花生大概有30来斤吧，不到5分钟，唰唰剥完了。今个准备炸点这个花生油，走吧，把这给端过去炸油去。里面不了不了，这没啥了，不能啥呀，这干啥嘞？嗯，干啥嘞？不能啥。哎，洗脚了。这下一块都比这一样。出来了，你不放，你要拿那油去炸油里面。哎，不过这个，再拿个油盆哈，帮我弄哈。油哗啦的又上来了。这里边炸着没？那有个炸。喂。这会儿炸这个没炸？你去叫他看看，叫他看炸着没炸？别弄这，你别找呀。啊？哎，你是问哪？啊？4盆了。4盆，1盆有10斤啊，12斤。咋？这够吃过年了，我跟你说，过年吃不完。你炸几十斤油嘞？咦，俺炸了200斤，将近200斤那个菜籽油嘞。那都那盘，咱把不丢住花手，这不能吃，这咱把吃一个手好了。慢点，慢点。水花还火热，对了。真有的，看着漂亮，好像是。黄澄澄的。哎呀，咱这个桶给装完装的。我也没那个桶，我就一拿来大桶的了，你给拿。50升的才大。这手里那手里拿着都是油。这回还油健康的很。菜都给装满了吗？装满了，装满了，还有壶呢，还有2壶嘞。25升的那个。他们这是5斤的，他们一天现在还能10斤的壶，说不是油。啊，这8油斤。啊，还会用5斤的壶，包括10斤的壶。5点吧。你点不到。行。5点。这个点不到。我点。这谁等我点吧？哎。5点。我这是油的这个面，推动的。你给他。要的干净。让的干净多，扶着翻火着。盖了吧，这要不要泡泡热气？不热了已经，不热了已经。问他嘞，先搁着这里。我搁。开着啥？那几个都没盖了，照着呗，晃。这。啊，那你点。嘿，50斤这。打开这。哎，搁前头。打开这个。这不是芝麻在这里吗？这打开。
黄蓉轻一点，这糊涂没带盖子，别撒了。知道了。不是你这是。把这个袋子往那边转一下，反正也大概也很多。哎。那几户呀？我大小户能三户，六户，再有两户。这户才是最重要的，这户是最多最多的。妈，这个有五十斤吗？你这不是二十五升，不是二十五斤，五十斤吗？对，是嘞。这户小的，先冷冷，等会儿再开盖，等会儿再走。光他自己都榨六七十斤油了，他天，他这二十斤花生米，又有估计七八十斤，这不是，这有这那不是三十斤，二十斤，这五十斤，二十斤，那这个三十斤，三十斤反正得上四五十斤油，不是，四五十斤，这五十斤百十斤油，这香油不算啊，这光香油也是油啊，光菜籽油榨六七十，那就不给你娘住那儿吗？俺家的香油都够吃不完的了，人家炸这些可够俺家塞牙缝。咦，那这他家不炸了，咱家拿也好了。咱不管呀，管呀，去了再几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我那一次去俺婶直接给我点一壶这种香油，直接点回来的，他家里还有几壶的。是嘞，我点四箱子换一桶，过来算账。你这个壶没盖子咋弄？没盖子就这样搁你脚底下，起慢一点找。要就是要嘛，你坐上面吧，你扶着它。那也杠，盖住了。好了，这过年吃不完，能吃两年。走吧。这边都这一个，别忘了，都这两种。好，知道。这是对的，我香油，这是菜籽油。好。油菜籽油都不用买了，咱不给人家，人家不给，咱不找咱钱。榨菜不要钱啊，榨油不要钱。对，榨油不要钱，菜饼给人家了，香油那个芝麻饼也给人家了，走回家。走回家。